河滨镇河仙路甲河公路口的排水沟是仁爱里的主要排水系统，但是水沟内粪扫、土沙堆积严重，影响排水以及环境卫生。里长吴学志接到民众陈情，赶紧通报公所安排清理工程。河滨镇河仙路甲河公路口的排水沟是仁爱里主要的排水系统，有住户向里长吴学志反映，水沟内的粪扫真多，水沟内水嘛无在流，规条沟啊臭毛毛。今日咱来清理的这条气排是伫平山路21巷旁吼，啊，甲迄个河山路河光路口吼，诶，气排来清理。啊，即处伫清理的时，顶礼拜五甲拜六的时，阮就已经有派员哦来先甲一挂杂物捡起来。啊，捡杂物起来的时阵，发觉讲真侪奇奇怪怪物件，有马桶，啊，然后有铁板。拖把、花盆很多，希望各位民众吼发挥公德心，唔是政府啊吼无作为，是咱民众家己的公德心啊吼造成枯败、排水、侧边沟的淤积，就是有一挂遮的杂物拢落伫沟啊底，所以讲排水才袂顺。李长接到民众陈情，赶紧通报公所安排清除工作，而且伫工程人员到现场施工进程，就先找人将水沟内的粪扫捞起来。咱今日来要清这条吼，就是主要要找出讲，伊的水是要流点倒位去，因为以前伊这条是古水泥沟。啊，拢重划沙了后，一挂沟头沟尾拢去切断去，所以讲啊吼，到即马阁唔知影讲，伊个水势是要流点西边，还是要流点东边？所以讲今日来清理了后，迄包厢因会问入去迄个下水道内底，哦，来了解讲咱这条枯排的水是流点倒位去，啊无定不时若落雨，伊水就积起来。吴学志里长表示，清除工程将土沙、粪扫做伙清清的，嘛呼吁附近住户发挥公德心，唔通搁再随手就将粪扫往水沟内面弹，大家共同维护环境卫生。大众新闻，叶宏武、何美采访报道。